的吗？喂，准备好上课了吗？好，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到德尔塔方程，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one dimension的时候，那我们说 one dimension 的德尔塔方程的部分的话呢，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定义了，基本上面这个德尔塔方程它必须要遵守的是有两个最主要的一个条件，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一个函数，好，那这个方程呢，这个德尔塔方程呢，严格讲起来它不是函数，因为函数它所具有的这个性质的话呢，它是非常奇特的，也就是说如果 x 等于不等于零的地方的话呢，这 x 的话，那它不等于零的地方全部通通是等于零。 OK， 那在 x 等于零的位置的时候呢，这个德尔塔方程它的值是无穷远，无穷大。OK， 那到底是多大呢？它必须要符合的是，你把这个德尔塔方程整个底下的面积把它积起来的时候，它的总共的值是等于一。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德尔塔方程呢，它所必须要具备的这个两个条件。所以理论上面的话，好，它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我们常讲的就是一个函数。那它呢，我们只能讲说它是一个广义的函数，好。OK， 那基本上面，如果我现在这个 x 的位置呢，如果我把它 shift 到x 的等于 a 的地方 ，OK， 那我说在 A 点这个位置上面是有东西的，那它是怎样呢？它呢在 A 点的地方是无穷大，其他的位置是等于零。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我们的德尔塔方程呢写成是 x 减 a。那 x 减 a 的意思就是x 等于 a 的时候呢，它是等于无穷大的，然后 s 不等于 a 的时候呢，它是等于零的，这是你的德尔塔方程。那同样的道理，你把它这个 x 减 a 德尔塔 s 减 a 底下的面积把它积起来的话，它还是等于一。这个就是我们说，如果你的这个点位置从零 shift 到 a 的时候呢，你所定义的德尔塔方程就是这个样子。好，那这样的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面我们知道说它只有在这个地方德尔塔 function of x 减什么的时候，这个等于零的时候它才有值。那换句话说，换句话说，如果我一个函数 f(x) 在乘上我的德尔塔方程的时候，
那只有 x 等于零的时候它才有值。那换句话说，你这时候你所需要计算的比较 care 的就是 x 等于零这个点而已。 OK， 也就是如果你把从负无穷大积大无穷大，你把它积起来的话，那很简单的，因为你现在只有 x 等于零的时候才有值，那 delta x dx 负无穷大到积无穷大 ，f x 零是可以把它提到积分号外面的 f 零，然后负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的 delta x dx， 那这个是等于一。所以我们说这积出来的话就是 f 零。好，换句话说，你现在你已经知道说，哦，这个的积分实际上就是 f 零。Okay？ 那同样的假设 fx， 我现在是 x delta x 减 a 的话呢，那就是 x 等于 a 的时候才有值，所以相当于你是计算 fa 的 delta x 减 a。 换句话说，负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 fx delta x 减 a dx 的话，你只有在 x 等于 a 有值，你把它提出来，然后负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 x 减 a dx， 所以这个是等于 fx a。 好，这是我们 delta 的一个这个它的性质，你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说两个 delta 方形，我说 d1x 跟 d2x 它都是 delta 方形。假设我说这两个 delta 方形被视为它是相等的，所以我们说负无穷大正正无穷大的时候 fx d1x dx，如果它是等于 fx d2x dx， 那这是从这两假设是在这个条件底下的话，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两个 delta 方形是 equal 的。那当然 fx 呢是随便任何一个函数你都要符合的。OK， 这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好，那再过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现在知道 delta 方形你把它 shift 的情况了。那假设一个 delta 方形，那我把它乘上 ax 的话，那它跟 delta fx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说它的关系呢是 a 分之一。 OK，只要 a 是不等于零的常数，
就可以了。那基本上面这是很容易证明的，我们说我把一个常数，好，一个方形，把它 delta a dx，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你把它做变数变换，好，负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那我说 ax 等于 y 好，那你这边就变成 delta y dy a 分之一的 delta y， 啊，不是 fy， 不是 delta y。OK，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负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 fy， 然后 a 分之一的 delta y， 然后 dy。OK， 那这两个 delta 函数要相等 ，d1 跟 d2 要相等，因为对任何的 fy、fx 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delta ax 实际上是等于 a 分之一的 delta y， 也就等于 a 分之一的 delta。等一下我看一下哈 ax， 所以你现在变成是我这个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直接把它写一下，就变成 a 分之一提到外面来，那就是 fy 等于零F 里，所以你把它写成这样子，这是 a 分之一，其实就在外面了。我这样会好一点，这样可能对于你们了解会好一点。我就把 a 分之一负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 ，F 零的话，其实就是 f(x) 等于它 x 的 dx。OK， 所以我们就马上可以知道。delta ax 就等于 a 分之一的 delta x， 好，就直接过来，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因为在这里的话你会感觉 y 的部分好像又不要变成 ax 的部分，所以基本上面我们了解这个关系以后，那以后你要做变数变换的时候，就利用这样子的关系，你可以做任何的变数变换。那同样的情况，在这里有一个比较要小心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k 好这里的 a 的部分的话呢。是要有一点要小心的，就是说理论上面的话，我们 a 的话是不等于零的一个任何的一个 constant 的都可以，好，那反过来我们看到的是假设 delta 负 x 的话，那实际上的话你看到的是 delta 负 x 的话，实际上它是 delta x 是一样的，因为正负符号你只是把坐标轴 x 变成负 x， 然后还是零的位置是这个他们的那个点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的计算过程当中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说你 k 等于 a 等于，如果依照这里的话，你现在是变成 delta 负 x 是应该是负一分之的 delta x， 也就负的 delta x。OK， 那基本上面你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说负的 delta s 跟正的 delta s 差别在哪里？它是差，这里是正负符号，正一个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的部分。那基本上面，我们把坐标轴正负符号相反的时候，其实你积分积这个面积还是等于一的。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要注意一点的话，你把它变成它的时候呢，最好在这个地方是加一个绝对值的符号，让整个是会比较什么，比较不会产生这个结果跑出来。那如果你一加绝对值符号的时候，这个就是绝对值，就是正的，就回归到我们德尔塔负 x， 实际上就是德尔塔 x 的意思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你可以把绝对值的符号加上去，把这整个的delta ax 之等 delta 的 x 的关系，把它更周延的考量进来。好，那另外一个，如果一个 delta s 你要去微分的话呢，那它会是等于什么？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微分呐、啊，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负的 delta s。基本上面证明它不是困难的事情，你就是把它整个去计算一下，那它是等于什么？它就是等于负无穷大积到这 x 的 delta x。 OK， 那你现在把它 v 抵 u， 你们在 u 抵 v， 你们在那个微积分上面的话，就是 x delta x 减掉delta x dx 负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项是等于多少？正无穷大积进去放进去的时候是等于多少？ delta 在无穷大的地方它是等于多少啊？ delta s 在无穷大的地方是等于多少？零，所以它是零，无穷大的地方也是零，所以它整项是零。那这个呢，积分是等于一 ，OK， 所以它是等于负一。好，那这是等于负一的情况啊，这是我们看到我们积分的一个情况，或者你直接你就把它看一下上面的关系，是上面的关系是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这个函数跟负的这个函数积分出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的是它是相等的。 OK，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一个结果。那另外一个，这是 f 啊，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函数是我们也常常用的，我们叫做 step function。 是怎么定义的呢？ step function 是当 x 大于零的时候它是等于一， x 小于零的时候它是等于零。
这样的一个函数，这就是我们的 step function。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等号，把等号也放进去，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step function 啊跟 data function 之间呢，它们是有一些相关联的部分。那它的相关联是什么？ OK， 它相关联是当我把 step function 去做微分的时候，就是我的 data function。 OK， 那如何去证明它呢？一样的，你把左边的 step function 把它做积分， OK， 那这个积分的话就是负从大积到正无穷 d。 那我们看到了它就是西塔 x 负从大积到正无穷大。那当它负无穷大，哎，当它正无穷大的时候是等于多少？ step function 正无穷大，一，负无穷大呢？零，对不对？所以它只有一而已。好，正无穷大它是一，负无穷大它是零，就是等于一。那一呢？你可以把它写成负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的 data function。 所以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OK。 好，这是我们 step function 跟 data function 之间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结果。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这只是一度空间的而已。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哪一个？一。嘿。这边。这个到这里。这个把变数变换 a x 等于 y， 所以你这边就变成 delta y 啦。那 dx a 是等于 dy 啊。所以你就变成 a 底分之一的底 y 啊，那这个直接变数变换了啊，这边因为什么要加绝对值？哪一个？底 x 不是 a 分之一的底 y 吗？A 分之底 y 啊， f x 不是变成，应该是变成 f x 之 y 吗？等一下，你说什么？我没有听得懂你的意思。看，来，这里应该变成 a 分之 y 吗？应该是大 f x， 这应该变 a 分之 y。我可以，哦 ，OK， 你这个可以变成 a 分之 y。OK， 其实你把 f(x) 的函数变成 f(y) 的函数而已，对，带进去，你就可以把它变成 a 分之 y， 可以的，把它 a 分之 y。所以这个不是比较不是那么重点的部分，主要是你就从这边看过来会比较快。也就是说，
基本上面对他来讲是 y 过 a 分之 y 是都一样的，因为只有 y 等于零是有值而已，所以这边都是 f a， 这个积分出来都是 f 零。OK， 那没有问题。哪一个？就是下面的那个，就是区区，后面两个，对，那凌晨上人球大，不是应该是不定时？德尔塔在无穷大的地方是零啊。再多大的数乘零，你还是零啊？在凌晨无穷大不叫不定时。啊？在上无穷大不叫不定时。到无穷大的地方 ，x 是无穷大，没错。但是多大的数乘上零还是零啊？之前学的那种乘上无穷大的不定值。不定值。就是要用什么逻辑去算？无穷大本来就是不定数了，它多大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一个东西是零啊。在无穷大的地方是零，只要它不是零的位置，它是零，所以任何数乘上它，你就没辙了。OK， 不管它是多少的值，你不知道，但是它是零。OK， 在正负无穷大的位置都是零。好，那没有问题。还有没有问题？哪一个？你说这个？这一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为什么它是积分？这个的积分为什么是它？就是因为从图形看起来，它趋近无穷大，不是应该是无穷大？哪一个地方无穷大是无穷？stem function 从图形看起来，是应该是大 s 大于一的时候都是一嘛？那积分起来的面积不是应该是大吗？应该是无穷大。我们没有对 stem function 积分啊。我们是对它的微分呢、啊，微分积分呢、啊，你不是对 state function 积分呢、啊？对啊，你刚刚在讲的是这个啊，我们没有对它积分呢、啊，我们是对它的微分积分呢、啊。OK， 所以你现在变成是 d 西塔。哪一个？啊？这就是这个啊。对。这看起来是这样写，是只是对它积分的意思。对啊，因为它这样表示下面这个。这个等于这个有，你觉得有问题是不是？还是什么？无穷大积到正无穷大，对一个函数，这个就是 f x 的负无穷大。OK， 应该没问题吧？对啊，还有没有问题？还有没有问题？已经告诉你了啊，对 state function 微分就是 delta function。 D
底下就是在证明这件事情。啊？零那一点。当然是啊，对你那一点呢、啊，微分就是有无穷大、啊，没错啊，在这一点上面微分是无穷大，这边又是零了，所以这个的微分是等于 delta function， 有没有问题？后面的同学，你们讨论的问题是这里还是在讨论你们自己的问题？啊？所以现在你看到 step function 这边的微分是零，到零这一点微分它是无穷大，再来是零，就是 delta function。OK， 还有没有问题？